当谢娜成为中国上第一个粉丝善意的时候，小编简直是不可思议。毕竟中国有名气的演员，有实力的艺人数不胜数，从受人尊敬的老一辈到现在大流量的小生，偏偏是谢娜第一个成为上亿粉丝的艺人，其次就是贺老师。不过现在娱乐圈中，每个艺人都会在粉丝到达一定的整数时给粉丝们福利，不是跳舞就是晒自拍。小编要在这里先恭喜大幂幂的粉丝突破9000万了，大幂幂也给粉丝们拍了福利，就是打死也不露脸的买家秀。照片中穿着简单的白色 T， 戴着骚粉色的帽子，穿着热裤，双手比着 V， 但就是坚决不露脸。嗯，看得出来是同款不同色了。大幂幂同样还穿着黑色的 T， 也拍了两张照片，看起来真的很像淘宝的买家秀。不知是发型的原因还是穿着的问题，真的有种网红的感觉，只不过就是不露脸，又能奈他何。